史蒂夫，史蒂夫，你的头怎么了？感觉出 bug 了，一闪一闪的。兄弟，兄弟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快把水拿出来。我们这到底要逃亡多久啊？上面的村子也回不去了。赶紧走吧，兄弟，我们都换上水方块靴子，这样更方便一些。快点，你还是等我泼水吧。哎呦，着火了都，还好扑灭了，要不然你就变成烤串了。兄弟，跟上，别那么大声音。史蒂夫，我们总是这样逃下。哎呦，这怎么有个铁傀儡？这铁傀儡是……哎呀，这铁傀儡也是他们的人。还好我有不死图腾，快追上吧！快点的，兄弟，干掉一个少一个，我们的威胁太多了。我跳得好慢啊！哦，搞定了，这么快吗？兄弟，他们已经发现我们的位置了。小黑，干掉他！这个小黑不像是他们的人啊！管那么多，错杀一千也不能放掉一个呀！他们对我们太危险了，兄弟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走一步说一步吧，兄弟，跟上我。史蒂夫，我们身上的食物不多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都会被饿死的。兄弟，兄弟，我们继续搞迂回战术吧，我们去下界。你这是什么稿子啊？挖黑曜石这么快？兄弟，不是稿子挖的快，是我挖的快才对。算你厉害，我先进去了。下界好像安全一点，史蒂夫。你怎么知道下界安全呀？史蒂夫，快看，我还想说是音乐告诉我的。快走，快点，史蒂夫，他们追上了。兄弟，坐好了，到前面你先下来。我不敢，我想办法阻止他们。好的，就这里了。你怎么阻止他们啊？你有没有武器啊？我有办法，兄弟，快过去。这是什么？哇，他的脸变大了。你的变形玩偶这么厉害的吗？兄弟，兄弟，那撑不了多久的，快跟上我。好家伙，双镐史蒂夫都使出来了。这怎么有个村民？应该是 NPC 吧，给我们提供物资吧。就这样提供物资吧。大卸八块变成绿宝石，我们有钱了。史蒂夫，我们去哪儿买装备啊？兄弟，兄弟，跟上我，我们一直往前挖。我直觉告诉我还会遇见 NPC 的，看看什么东西啊。真的有另一个村民。这个 NPC 给了我们末地传送框架，谢谢。这些绿宝石归你了，快走，兄弟，看来我们要去末地一遭了。史蒂夫，末地不是他们的老巢吗？我们确定要去吗？兄弟，这样的逃亡生活你还想过多久啊？走吧，我们去干他。那好吧，明知山有虎，我们偏向虎山行。兄弟，坐上史蒂夫的直升机，我们出发了。不是，史蒂夫，你的脚印怎么好像变短了？我上次坐的时候你的脚印好大的。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能变得不错了，快看啊！末地水晶的位置都变成鬼面的傀儡了。看来这些和打末影龙的方式是一样的，我们先要摧毁那些傀儡。那不是末影龙吗？他在这里也俯首称臣了。以防万一，我们先把回去的门打开再说。这家伙我够不到啊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兄弟，一会儿你先坐上我的替身直升机，我们先去把傀儡打掉。我的妈呀，你会分身了？怎么打呀？你有远程武器吗？当然有了，兄弟，看好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妈呀，你怎么有这么多剑啊？你这是在用机枪扫射啊？天哪，这么多剑，你从哪弄的？史蒂夫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我们还躲什么呀？直接跟鬼灭他们干吧！兄弟，兄弟，敌众我寡，你不知道吗？快看，我最害怕这个红色的了，还有这个白色的。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兄弟，兄弟，我们搞定了，快撤吧，趁他们还没有回来。可是传送门还没有打开啊！就剩下搞定末影龙了，这可好办，你在这等着。你打算怎么对付末影龙啊？让这哥们儿早点休息吧。我真有你的，还用那招睡床炸龙啊？哈哈，搞定了。不对啊，他怎么变小了？兄弟，谁说睡床一定要炸龙啊？我们这又到哪儿了？哎呦，这是哪儿？小白陷阱，这是谁布置的？兄弟，你站那别动，我来对付。史蒂夫，你在受伤哎，我帮不上忙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兄弟，你暂时我动不了，等我一会儿。史蒂夫，你在干嘛？你的剑可以用了。我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兄弟，别问那么多了，快走，跟我上去。我们上来了。这个矿洞被他们布置的到处都是陷阱，你可要小心点，兄弟。史蒂夫，怎么办？下面好像是熔岩。史蒂夫，小白，史蒂夫，还好回来一点也行啊。史蒂夫，你在干嘛？我明白了，吃肉肉长肉肉，你是要把你的肉长回来啊？哈哈哈，被我猜到了。兄弟，你站那傻笑，都不知道帮我灭一下火吗？我忘了，对不起啊，史蒂夫。算了，原谅你了，快走。怎么走？传送门啊！真有你的，传送门被你玩成花了，什么样的传送门都有。变种人怎么也来了？可别废话了，兄弟，别往后看。
我们快点跑。没事没事，我给个后方的视角，好判断我们与他的距离。没事，他们离我们还远呢。史蒂夫，你速度太快了。兄弟，我们没路了。啊，世间本没有路啊，走的人多了就会有路的。史蒂夫，快走啊。兄弟，不行了，你先下来，我要做一个传送门，站往后边去。快点，史蒂夫，他们要追上了。快走啊，史蒂夫，我先走了。兄弟兄弟，你的腿跑的真的是比兔子还快。爷，这不是下界吗？怎么会有狗子？你把我们的食物都给他了。兄弟，这个时候还顾那么多，靠他帮我们拦一会儿吧。这狗子变态了，兄弟，加油啊！啊，追上了！史蒂夫，你知道谁追上了吧？就是我最害怕的那两个。兄弟兄弟，快跑啊！害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兄弟，你先走。那你怎么办？啊，什么情况？啊，兄弟，快走这边，快跳下来！我来了，这个传送门会到哪里啊？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兄弟，快跑！这么快就追上了吧？快跑啊，史蒂夫！你兄弟先下来，看来我们又得用上次那一招了。哪一招啊？你先躲在后面，我来做传送门。史蒂夫，快点啊，他们要追上了。别担心，兄弟，已经 OK 了。快点，走，我们一起走。快点，兄弟，跟上我。史蒂夫，又来到下界了。兄弟，跟上，我们直接再穿越一个传送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可以为我们在主世界争取一些时间。聪明呀，兄弟。不过我们到了主世界，赶快藏起来。史蒂夫，我们怎么又到矿洞了？啊！他们来了！快走，我用木偶拦住他们。这里不都是他们的陷阱吗？史蒂夫，我们怎么办？有路就跑啊，兄弟！我们跟他躲猫猫。啊！我们被包围了。哼！我来拦住他们。快走那边。不行，史蒂夫，这儿，他在这儿。兄弟，快走！啊！史蒂夫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啊！前面没有路了，完蛋了！啊！啊！掉进他们的老巢了，史蒂夫！啊！